水面上浮起一颗颗气球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潜入水面下一瞧，原来是有人正忙着割破渔网，解救被它困住的海洋生物。土耳其西北部的科贾埃利省最近有志工团体展开为期8天的拯救行动，徒手割开各种卡在海洋中的幽灵渔网，割破的网再随着气球上升一并被拉上水面。这些幽灵渔网是渔民捕鱼后遗失或遗弃在海洋的网子，它们在海洋中漂流，继续拦截许多海洋生物。海龟和虾蟹都难逃魔掌，造成生态危机，一旦被缠上恐怕难逃死亡命运。这个8人团队总共移除了大约5吨的幽灵渔网，还捡起许多海洋垃圾，发挥一己之力拯救当地的海洋生态。不止在土耳其，其实早在世界各地，幽灵渔网就是一大海洋问题，台湾也不例外。我国渔业署110年开始推动刺网实名制，要求刺网渔具需要清楚标示渔船的统一编号，才可以追查幽灵渔网到底是谁丢下的。维护海洋生态永续需要有方法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